还有几天我就要带我奶奶去美国了，感觉如何？很高兴哈，很高兴。那你种的这些花怎么办呢？这些花还有狗肉怎么办呢？找爸爸看。是。我老爸在烧排骨汤，好喝。奶奶走了，他养的花、养的菜要你看了，还有狗。把奶奶带走了，我缺一个人。就是啊，有狗啊。出远门之前都要吃馄饨，我们这里，所以奶奶包了好多馄饨。这是今天的大厨，我的姑姑，我们像不像？像不像？你干嘛吗？那我们一起在这上超市。奶奶的手机怎么了？要我奶奶手机内存不够了，我去给她买一个新的吧。买一个那个512的，我看要改革，下次我们用少一点，重量大一点，一大碗就是一大碗都有。哦，是的，要粮少品种子，都是一帮吃货，对吧？最好带一个带副纸牌，那个麻将纸牌。什么东西啊？麻将牌？麻将纸牌跟麻将一样的，它就是抓在手里上面。我们家有麻将的。找给你奶奶找两个搭子就好。还有一种牌就跟麻将一样，麻友都找两个麻友。好的，桌子上这么多好吃的，我都不敢吃。昨天跟开心舅舅和妞妞出去，还有林丽出去吃韩国料理，回来了之后，今天早上胃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不怎么敢吃海鲜。对，备好了。这两个，我的这。哇，螃蟹好吃吗？好吃，我能吃吗？可以。对，我吃了，我再吃药。刘大文这次好像都要吃药了。可以吧？今天到该那个证据。现在不用交，一会儿买新手机了。就是。我手上我就给了你。一个人交，边上有四五个鉴定师。姐姐在用咖啡吃药，大家不要跟她学哦。我吃六个就好了，六个，奶奶。奶奶走了，你们会不会很想她？会了。最爽最爽的是开开心心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奶奶要跟我一起过去。你买个自动喂食器吧，如果奶奶走了，这狗饱一顿饿一顿的估计。好的。我看奶奶前两天已经把头发染黑了，可能再去为美国做准备。然后她又急急忙忙跑出去打牌了，现在就是走了爸爸一个人在家的。我跟奶奶走了，你多回来陪看看爸爸啊。好的，让我可以 continue 几耐咧？不过礼拜六放日，梗系去唔到做运动咧，因为咳咳声声喺度。今日嚟咗 Sam's， 记得买电视俾奶奶，因为奶奶准备共阿开心妈翻嚟，唔知选择边个？结果选呢个。我想我都是会揀 LG 啦，都几唔错。我想我哋都要买个 truck 啦，容易好多。点放啊呢个嘢吓？都放到。Mimi, look, I make a dog man book. A thing you don't know, dog man. It's a type of book. And this is dog man and cat kid. Don't feel like cooking today, so we probably just gonna go get the.Burger place. And Shine and Jane, please. Having taco today.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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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eady ate some cheese noodle that I made. And Kai Kai too. He's just eating some chicken wings. 到家啦，所以可能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的奶奶可能上一次放心不下跟我去美国，也是因为我爸爸可能担心他一个人在家比较孤单。但是可能又特别想念开开心心，所以这次还是想跟我去待两个月。我奶奶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可能面对镜头不太好意思，我就不去多拍她了。但是我奶奶从来身边的人不会对她有任何一些不太好的评价，她是一个老好人，从来不想给身边的人添什么麻烦，话不多，从来不会抱怨，从来只会为身边的人着想，这样的性格最让人心疼了，所以大家期待我们美国的 vlog 吧。